我今天刚好来广州出差，不如晚上一起出来喝酒吧。好啊，走啊。那今晚八点，老地方，不见不散啦。行行，今晚不见不散啊。这么晚了，老婆肯定不让我出去的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电视怎么开不了了？哎呀，老婆，我去刘伟家看球赛，电视坏了。等一下。来来来来，进来坐进来坐，哎，我快去拿水果。好，欢迎欢迎。Hello。哎，坐坐，随便坐啊。哎，吃水果吃水果。好。哎，你们慢慢坐，我上个洗手间。啊。是啊，小薇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就到啊。你实在不方便的话，我们下次再约吧。小薇，真的很想见你啊。怎么了？你不开心啊？我能开心吗？自从我娶了那个黄脸婆之后，我每天简直度日如年呢。那你小心点儿，被他发现了就不好了。放心吧。